帮狗洗澡、扫大便，爱狗真美，超 sweet。爱亲亲，哈哈呀，你看鱼头上有鼻屎耶，好可爱的。来到位于平溪的张妈妈流浪动物之家，一群真美正等着我们。热爱运动与狗狗的他们，有的是模特儿，有的是舞蹈老师，其中还有乐团歌手。他们组成 Sweet Puppy Girl， 用实际行动协助流浪猫狗。我爸妈就是养了很多动物，譬如有狗、有猫、有鸟、有猴子、有兔子、有乌龟，好多好多我已经想不清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从小就爱动物的原因。你们来这边帮忙多久了？认养的速度永远来不及啊！流浪动物的出生或者是被扑杀的速度，所以其实是非常舍不得。因为狗狗跟我们相处，还有猫咪就像一个朋友一样。大家长张妈妈说，十年来几乎耗尽全部心力去照顾流浪猫狗，但现在面临地主要收回土地，很担心这群可怜的小生命。你看他们真的都很可爱，所以我希望呢，台湾的繁殖场呢可以少一点，然后大家可以以认养代替购买，因为他们一样可以给你很忠心，可以给你满满的爱，然后希望大家不要弃狗，谢谢，说拜拜。动新闻新北报道。